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到了邵武这里看王翘三夫人、郑夫人的墓。他这个墓啊，已是一个回龙拜祖、面前高压的格局。跟前几期说的那一个华氏夫人呢一样，也是面前高压，一个高峰在面前。其实他虽然高压啊，但是在实际上看到他的下场还是很真低的。我现在分析他右手来的地方，特别右手来的地方，这一勾做他的白虎非常有情，在他的下场啊，勾在面前逆这条面前的来龙水啊，最有情就是这些勾。他的下场是非常真的，下场来到这里胀大，起了一个凸。他们看过其他人拍的视频，认为这个地很杂，所以说我特意在现场又拍一点微小的东西给大家欣赏。那下场是非常真的，无论从前后左右的角度看，非常真的。它是一个横龙结穴，回龙拜祖。后面顶正这里，有人认为这里啊没有鬼尾，不成立。其实它后面退偏后一点，后出去有一条鬼尾长长的、尖尖的，所以说它进处不结，它就结在这个翻身逆转。啊，在市场这里感受一下，它本身呢没有。左边呢没有煞杀，是靠外面的煞杀来包裹过来的，那就是外面的很周密。回龙拜祖啊，但是啊，他的山峰非常好啊，非常好。啊，一圈，特别是左手方呢跟正前方呢，这个受风非常好。右手本身呢最有情就是右边。右边一勾回来，环抱非常有情。他们今天很多朋友一起来，他们也认为这个地是非常有参考价值。